上楼。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我们是来参加同学聚会的。聚会？对不起，您能报一下你们参加聚会负责人的姓名吗？啊？什么意思？是所有来参加聚会的同学都要报负责人姓名吗？还是说你看我们根本不像是来参加聚会的嘉宾？安平，哎呀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青龙，来，走，快快！您是出来晚了，路上不太好走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开摩托来的。哎呀，你早说嘛，早说我开车去接你们了，省得你们遭这事罪。不用，走。